为什么我会心跳加快这么紧张？该不是喜欢上他了吧？不要乱想，不能趁人之危。这东西看上去还挺值钱的，快，这些都拿走，能值不少钱呢。当然是看我的祖母了，不然我看你这副嘴脸，按照规矩你得喊我一声母亲。哼，滚开。老夫人把交代的都交代了，就差苏九和生母留给她的嫁妆还未交代，这可是一笔巨款啊，等老夫人交代完了再收拾他也不晚。你别怨王氏，他罚你去乡下也是为了你好。母亲，秋儿知道我是为了他好，既然他回来了，我定能觅他一桩好的婚事。母亲，您还有什么没交代的就赶紧说吧。秋儿，你娘留给你的嫁妆一直由我保管，钥匙就是你的，就是你的玉牌。原来玉牌就是钥匙。祖母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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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把玉牌交出来。凭什么？就凭以后这个府里我做主。哼，那可不一定。